那接下来呢，咱们说一下对法律法规的这个考虑。那这个呢，也其实就是咱们前面在评估的时候收集到信息，然后呢，咱们要特别考虑一下被单位有没有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问题。那那首先呢，咱们来说一下对法律法规这块它一些基本概念。那、呃、这块那么这里啊，对一个。 就是所谓违反法律法规的定义。那么在这里啊，咱们强调啊，注意我们这个概念，这个指的是被审单位，那么它的治理层的管理层，或者是为被审单位工作或受其指或者受其指使其他人。那注意这个主体啊，可能被审单位，也可能是治理层管理层，也可能是其他的他的工作人员或受其指使其他人。然后呢，注意。 也可能有意，也可能无意了，违背了除了适用的财务报编基础以外的剩下的其他的现行法律法规的行为。那这里咱们注意啊，咱们之所以把这个财务报告这块，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属于法律法规范畴，而我们呢，咱们特别把它排除在外了，排除在外。除此之外的，因为呢，我们本来就做这个。 财务报表审计，那得有财务报编辑。你都违背了，这是一个错报的问题。你要把他放进来，那就范围过大了。所以呢，就像咱们那个专家工作一样，咱们说专家特意把会计审计之外的人员强调一下，因为呢，哎，快审计这个属于我们的本门儿，对吧？财务报编辑的话也属于我们的本门儿。就这么一个咱们所谓的那取义的属于本门儿的这个东西，你应该有的。 那么除此之外的，我们说那之外的专家工作可利用，除此之外的法律法规，那叫违反法律法规行为，这么个意思啊。那这里就不仅限于被审单位他自身了，也包括他制层管理层，包括什么啊？为他工作的人员，或者是受他指使人员。那举个例子，比如说关键岗管理岗位的人员，他以个人身份注意接受了被审单位供应商的贿赂。 然后呢，作为回报，使供应商取得或者保住地位，继续向被选单位提供产品服务。那这个注意啊，这个例子也属于违反法律法规行为，对吧？这一块但在这块还要注意一点，容易混淆的一点。你看啊，这个人员，然后呢，个人身份结构贿赂，那但是呢，他影响了被选单位，这个要注意影响被选单位了。好了，那么在这块 这属于依然我们要考虑到违反法律法规行为，因为对这个报表是有影响的，嗯，但是呢，我们说违反法律法规行为并不包括与被审单位其经营活动无关的个人的不当行为，那这个不在其中。比如说这个个人，那特别是关键管理人员或者是呢治理层，他个人有一些不当的行为，那在网上信口胡说。 那而这绣球说又和他经营活动无关，那这个时候不在我们考虑范畴之内。啊、呃，这个要注意啊！你看咱们前一个这个它也是一个不当行为，但是影响被单位经营活动，所以这属于我们要考虑的。但是呢，如果是一些那、呃、和经营活动无关的一些行为，然后呢，也是违反法律法规了，那是他个人的问题。所以呢，大家会看到啊，一旦。 那某个企业出了这个事情，那马上呢，这个企业可以做个声明，说他个人的行为与我们经金活动无关，我们基金不受他影响。就咱们一定要注意啊，平时积累这些说商业行为啊，这个上市公司啊，一些大企业他们的这种啊、呃、一些这个公开声明很有意思的，呃，这么一个，因为咱们现在啊，这个每个人啊也都是一个,个性化的主体，而且呢。 哎，也有不同的这种呢，比如说信仰啊、那观点呐、啊、什么的。那有的人就是，他可能哎，日常经营活动啊，日常的工作没什么问题，但是个人有一些那其他方面的问题。那像这类的，如果和经营活动关，我们不考虑；那如果和经营活动有关，我们就要考虑了。所以这点一定要注意啊。那么咱们说的这个法律法规，那财务报告编制以外的。 那都有什么呢？这个咱们简单看，不用背啊，简单看一下什么舞弊啊、腐败贿赂啊、洗钱呐、啊，包括资助恐怖主义者啊这类的，啊、呃，对吧？那注意跟它经营活动有关啊，用公司钱呐、啊、这类的，那不再有呢，像证券市场啊、证券市场这个交易这类的，这也属于对吧？还有这么一些，不一个说了，只要和被单位经营活动有关联的，那么都是要考虑的。然后呢，再有。 咱们说被审单位需要遵守的法律法规类型，对这块儿，对这个呢，我们分成两类啊，叫第一类法律法规和第二类法律法规，为的是说的方便，后面咱们就直接用它了啊。那这么两类法律法规，那这块儿咱们就解释一下，什么叫第一类，什么第二类。对于第一类法律法规，这个呢，我们说是对决定财报中的重大金额披露有直接影响的法律法规，换句话说。 这类法律法规，它直接在这企业经营活动中体现在报表中直接体现。那最典型的莫过于什么呢？最典型莫过于所得税法。咱们税法是啊，它可财务报表编制以外的税法是一个。所以你看啊，说这个税务方面可以是专家啊，会计方面我们说六诈工作不在其中，税务方面那叫专家对吧？那税法这就是对那被人单位财务报表有直接影响的。 那再比如说，企业年金这类的退休金，那这类的这类也会有直接影响。这第一类的法律法规。那么第二类的要注意了，这类呢你要注意什么呢？它是对决定财报中的金额披露并没有直接影响的，其他的法律法规不会直接在这个报表中那直接反映出来。那么一般来说，遵守这种法律法规对被人单位的经营活动啊。 吹行能力啊，避免大额罚款至关重要。你知道它的确对你至关重要，但是往往体现不出来，在你报告中体现不出来的。那比如说啊，举一个例子，举一个咱们生活中的例子啊，就是你每天上班下班对吧？呃，然后出行，你说我遵守交通规则，那其实啊，对你什么？哎，对你的安全是有至关重要的，对不对？ 这点安全至关重要，但是呢，你并不会说，哎呀，今天我回到家太幸运了，唯有我遵守交通规则，所以呢，很安全回到家。你不会天天说这事儿，啊、呃，因为这属于一个正常的情况，呃，正常情况并不会你做它有那直接影响，呃，其实对你长远来看，肯定是有帮助的，但是不会有直接影响，所以这一类也一样的，但一旦违反它了。 注意，就可能有重大影响了，啊，就刚才说的那些问题，你遵守它没什么体现，但违反了就可能有重大影响，也没说一定啊，可能有重大影响。要违反有些法律法规，那么会对你有罚款，那对你报表是有影响。但你遵守它，其实体现不出来。同样的，咱们说交通规则一样，你遵守它，你不会说回家感谢他，你哎呀，幸好有交通规则啊什么的，天天说这话吗？ 你说是不是有毛病啊？肯定不会的，对吧？但你违反它了，这个就有可能对有影响。你违反了交通规则，有可能，哎，比如说开车了，哎，今天被罚了，或者是呢，差点出事啊，或者就出了事了。但不是绝对的，是吧？有的时候他们违反法律法规，他不会马上反映出来。说今天，那、呃、我走路上，那、呃、明明是行是红灯，我非得跑过去，也没有出任何事情。 那你说一定有重大影响吗？不一定，对吧？但是呢，我呢没有遵守交通规则，出了次次都这样，却增大了什么出事的概率所以违法是可能有重大影响，这么一个啊。然后我们说一下我们律师他的目标和责任。那那首先咱们说目标的问题，这个目标这样的啊，因为我们是说两类的法律法规。 对吧？所以呢，其实咱们对这两类啊责任不一样。啊，那么第一个，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对于那决定，通常那对决定报表中啊金额披露有直接影响的法律法规规定，针对这个第一类的，我的目标是要获得被审单位遵守这些规定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所以这是一个什么主动的责任，主动的义务，对吧？你一定要。 主动去获取他遵守这种规定的充分市场证据，这是第一类的。那么再有、哦，这是第二类的其他法律法规。那么这个呢，你违反了，它也会有重大影响，才可能会有。所以，我们只做特定的审讯程序，来有助于识别可能对财务报表有重大影响的违反这种法律法规行为。这是这一块。此外呢，除了这两个直接说完目标之外，还要说一句。 就是我们适当的应对，在审讯过程中识别出的或者怀疑存在着违反法律法规行为，这是我们的目标。那针对法律法规这块啊，它的考虑，我们住院师的目标，这么三个方面：第一类的，第二类的，然后再有识别出来的、怀疑存在的，我们要恰当应对。那么相应的责任，呃，对于这个法律法规这个责任，我们只强注快会师的了啊，就不再说被审单位什么责任了，因为你被审单位。 所以内控就说了，你肯定什么？你是负有主动的遵守法律法规的这种责任。我们重要实施责任是什么呢？在这里提到了第一个，我们应当识别由于违反法律法规导致的财务报表重要错报，因为我们对重要错报这个是考虑的，对吧？所以呢，不管什么原因影响重要错报，我们都要考虑。所以，如果违反法律法规导致重要错报，我们应当识别出来。 这跟咱们说舞弊是一样的，说对舞弊什么责任呢？我们是对报表里面由于错误，弊导致重大错报，那是否存在这个发表意见？那所以呢，舞弊导致重大错报，我们肯定要识别的，这是我们责任。所以违反法律法规也一样，那但是呢，我们并没有责任。前面说应该有做的，但是呢，说防止被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这不是我们责任。 而且也不能期望我们发现所有的违反法律法规行为，那样，所有舞弊行为我都能发现吗？这也不现实。说所有的错报都能发现吗？这也不现实。那我们只针对导致报表的重大错报有影响的才是有责任的，啊。那么再有固有限制的问题，这句话、啊、反复出现啊，这与审计的固有限制。 稽查办法的审计准则的规定，恰当的计划执行审计工作了，也不可避免存在某些在报表中的重要错报未被发现的这种风险。那又用上了对法律法规也一样。那那通常情况下，注意违反法律法规与财报反映的交易事项越不相关，那么就越难以被我们关注或者识别。那所以呢，你说所有都要识别，这太难了，对吧？ 而且要注意这种固有限制的问题。那注意这句话啊，注意这句话。啊、呃，此外，就是我们呢为了报表、行审意见做了其他审计程序，也可能是我们注意到对被你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行为。那我们对这个可能性要保持一个警觉的。那这么一个啊、呃，那么咱们说，考虑到法律法规对被你单位产生影响的范围，所以我们是。 整个审计过程中都要保持这些怀疑的，啊，整个又一个贯穿始终的问题，全过程都要保持这些怀疑。法律法规的影响，那这是我们的责任，啊，我们的责任的问题啊。然后，咱们说风险评估，就是在我风险评估时收集到的信息，那么要对被审单位遵守法律法规考虑。那首先第一个，我们要了解法律法规框架的问题。 对于被审单位的那它所适用的法律法规框架，那这个咱们前面就说了，在了解被审单位及其环境时，要总体的限制事项。这个前面讲过。那一个什么呢？就是适用于被审单位及所属行业或领域的法律法律框架。所以呢，外部环境是不是就要了解吧？那再一个，我们需要深入一点的，说被单位如何遵守这些法律法规，哪儿讲的？ 内控对吧？内控的目标上是不是讲过这个问题啊？所以你看，这就是咱们前面讲过的，现在在这里再强调一下，对法律法规遵守啊。这首先了解法律法规框架呀、啊，适用的是什么？然后我再看哪些是第一类的，哪些第二类的。这接下来对第一类法律法规，绝对通常对财务报表，那么包括呢这个金额啊、附注啊、披露这块有直接影响的法律法规。 对于这一类的，那么往往呢，就是都比较完善了，对吧？那、呃、完善了，因为它这个都会出现在这个企业的相关情境当中，日常业务当中会有影响。那、呃、为被审单位及所在的行业部门所熟悉，对吧？所知悉，而且和报表是直接相关联的啊、呃。那比如说，有的这种就可能和报表中的特定认定直接相关，比如所得税那费用的完整性的问题。 有的呢，呃，就是与报表整体直接相关的，那比如说规定的构成整套财务报表的这种啊相关的内容，这类的。那么不管怎么样，这类的可能是什么？他说的什么意思？看没看明白？就是与特定认定相关的认定层次的和整体直接相关的报表层次的，对吧？法律法规这类的第一类的也可能是报表层，也可能是认定层次，对吧？ 这类的，好了，不管怎么样，既然是第一类，我们注册师责任什么？我们注册师要获取被单位遵守这些规定的第一类法律法规的充分上审证,证据，就完了。要获取，比如说怎么获取啊？没讲，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讲啊？因为我都不知道这第一类是什么。比如说我得根据具体的，比如所得税的问题，比如说企业年金的问题。 那这里我得据具体的来决定我们应该做的程序，能明白吧？所以呢，咱们只是说法律法规这一个类型，而没有说具体是哪一个，因为具体的一样的相关认定啊什么，我们得根据具体认定来获得相应的证据，这样一个啊。然后第二类的，第二类，那也是咱们说第一类以外的其他的，对吧？ 啊，对于这个呢，我们要做的程序，那主要是两类程序，一个向管理层、治理层询问被单位是我遵守了这种法律法规，就是第二类的法律法规询问程序。呃，光问他还不行，注意这个主体啊，主要是管理层、适用情况下包括治理层。啊、呃，因为这一旦违法了就这样一下。啊、呃，那我先问你有没有遵守，那光问这还不行，太弱了，再来一个，我们检查。 你看，一个询问程序太弱了，再加上检查程序，检查被检单位和呢相关的其他的法律法规对吧许可证的颁发机构或监管机构的往来函件，因为像这类的可能就会指出你这里面，哎存在着违反的行为。第一个问题有没有遵守？第二个呢，哎指出你就有没有违反的情况，就够了，很有限的程序。那、呃、那再有呢，我们呢做其他程序。 对正法律法规也要有考虑的，对吧？就是为了形成审议意见所实施审议程序，也可能使我们注意到，或是那识别出来或怀疑到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行为，那就咱们前面讲的，我们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程序，呃，当然也包括后面要讲的啊，后面要讲的，那这里都有什么呢？比如说阅读会议纪要这类会议评估时就可能会看到，那要这会议纪要，那再有呢，像被认单位管理层。 那么，内部、外部法律顾问询问诉讼、诉讼索赔以及呢相关的这种那、呃、诉讼索赔的这个评估情况，那这类的我们也可能在风险评估时来问，对吧？这块儿咱们询问程序啊来问，对吧？也可能有的时候呢是在我们进一步审计程序来做啊、嗯。那此外，进一步审计程序啊，我们对某利交易账户一个披露来做细节测试，这是进一步审计程序了。做细节测试当中。 也可能会发现有违反法律法规行为，比如说涉及到的预计负债啊，那涉及到的这种呢意外支出啊，这里面那么做泄测是可能发现了有法律法规违反的这些问题，所以才有这个呃预计负债啊啊这类问题。那包括呢，我刚刚看完一个案例很有意思，一、e、个 IPO 企业要上市。 那上市当中啊，咱们注意啊，收入准则下有个要求啊，就是咱们现在收入准则下和我们那个或者事项准则是有一个关联点的，哪个呢？关于保修义务的问题。那一个对于保修义务，它有可能判断为是收入的一种履约义务；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预付债的问题。那那个例子就是什么？这个企业就没有计提预付债，没计提，于是呢。 哎，当然呢，证监会不会放过他的，对吧？就那这个香港的交易所打回来了，那、啊、你们给我解释解释，啊，你没提预计负债，你给我解释，如果计提的话，对你们的整个的利润有什么影响？啊、嗯，这么一个，那其实呢，这是什么？其实你想，如果我们这些三十实就能看到这类问题，也是一个什么？ 也是跟保那这个，咱们说有的就和咱们这个，就是这个认定有直接关联的问题，对吧？啊，这么一块啊，这是咱们提到的。此外，获取书面声明，那、呃、那就是因为呢，相关法律法规对报表影响的差异很大。那对管理层识别出的或怀疑存在着的，可能对报有重大影响的违反法律法规行为，咱们说书面声明。 可以提供必要的证据，所以我们往往要获得一个书面声明。注意啊，书面声明，哎，咱们后面还会讲到啊，这是一个必要的、必须要的作为必要。但是我们前面讲审讯证据讲过什么？充分适当的书面声明，它是个必要的，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必要的，啊，但是它既不充分也不适当，所以我们可以要这个东西，对吧？ 但是本身不能提供充分事项审计证据，所以不影响我们就相关的事项你获取其他证据的性质范围。也就是说，在这块我们要顺便声明，但是别的该做得做，你不能说别的就不做了。注意这个关系啊！好了，那这是咱们说对呢这个法律法规这块，他遵守着法律法规的考虑。然后咱们注意一点，注意一个啊，就是在未识别出。 或者我们没有怀疑被人单位违反法律法规情况下，既没有识别也没怀疑，那除了刚才我们做这些工作之外，我们并不要针对被人单位遵守法律法规再做其他程序了。这类的我们做的程序比较有限。嗯，这一块啊，对他的考虑到这就完事了。那如果你要说识别出了违反法律法规行为，那我们根据具体情况可能还要做更多的。但如果没识别也没怀疑的话， 就是刚才这个程序做完就拉倒了，这么一个啊，这对法律法规的这块儿，风险评估时我们的考虑，其实都是根据我们风险评估时获得的信息，然后加以进一步考虑的问题，这么一个啊。那么注意这可能表明被审单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事项或信息，这个呢，咱们一般看就给大家补充一下啊，一般看一下。 对吧？有这么一些啊，什么受监管机构的政府部门的调查啊，支付罚金法那处罚呀、啊，对吧？像未指明的服务付款啊，像顾问关联方员工或政府官员提供贷款啊，等等等等吧，对吧？这类的，这个咱们不一个一个说了啊，就简单看一下，简单看一下，然后呢，你看一下干嘛呢？注意，我们是在风险评估，所以呢，这段内容。 我们在翻译题目当中要特别关注，而且考虑是否这里面可能导致重大错误风险，是法律法规导致的，而且还要考虑是报表层次还是认定层次的。注意啊，咱们说法律法规这块依然有可能引起是报表层次的，那不能光以为是认定层次的啊。报表层次，舞弊也一样，舞弊这块可能报表层次也可能认定层次，法律法规一样，报表层次或认定层次。注意这个啊，好了。 这就是呢，我们在这里提到的对法律法规的考虑。那然后后面咱们应对里面也会讲如何考虑这个应对的问题啊。这一个，然后再有一个就是集团审计的问题、啊。那我们计划阶段对集团审计有一个考虑，对吧？有单独一节来考虑。那包括业务承接，那包括呢关于呢，如成承接之后，关于它的组成部分重要性。 重要组成部分那个确定，然后呢，在这儿我们要考虑风险啊。那一会儿咱们计划完了干嘛？就要考虑它风险的。如果有的话，如果你的审计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不存在集团的问题，没有组成部分的，没有算了，因为我们是两个以上。你要就一个单个不楞的一个企业，那拉倒。如果两个以上集团审计，那也要考虑组成部分的问题。那首先咱们说一下。 集团审计中的审计风险那，那那其实呢，就是对组成部分的影响的考虑，呃，他是这么说的啊，说在集团审计中，这个审计风险包括，所以包括是真的包括了，就不仅限于这个啊，不仅限于这个，但特别提醒你，一定要重点注意这个什么呢？说组成部分会计师可能没有发现组成部分财务信息存在的错报。 这种风险，当然这个错报足以导致集团报表发生重大错报，以及我们既然项目组可能没有发现这个错报的风险，那么其实这个就落在什么呢？就我这审计风险不能仅仅考虑集团报表的审计风险，还要考虑组成部分这里面它导致集团报表重大错报的这种风险，甭管是谁没发现，啊，所以啊，在这块注意，他说包括但不仅限于这个啊，也就是说。 我们结算中首先是结算报表重大错误风险，呃，有重大错报，然后结算项目组做审计工作没发现这种错报风险。但你别忘了，他说包括就是什么？你别光那盯着你结算报表，你也特别要考虑组成部分那里导致结算报表重大错报的这种风险，然后你没发现的，这么个意思啊，这一块。然后呢，在这里面咱们强调了，在我们结算审计当中，你结算项目组注意。 你就要特别考虑组成部分的问题。这一个，我们在业务承接或保质阶段获得信息基础上的前面讲了，你需要进一步了解集团及环境、集团组成部分及环境，包括集团层面的控制。那要进一步了解这个问题，这一点啊，那就是说我们了解被单位及其环境。那好了，除了我们正常获得信息之外，对集团审一下。 你要特别注意集团集体环境，集团组成部分集体环境，这一个。那再有呢，了解合并过程，啊、嗯，就是怎么把组成部分财务信息汇入到啊这个集团报表当中的，那包括集团管理层向总部下达的这个指令，这是我们要做的啊。那这个咱们稍微知道一下，说集团管理层下达指令都有什么，啊，什么运用的会计政策啊。 那那相应的这种的披露要求啊，那关联方关系啊、交易啊、内部交易啊，对吧？往来余额的这块你如何来确定啊？此外的报告时间要求啊，这个你得了解。那、呃、特别什么呢？哎，就是多级公司的那种，就我们正常一般意义上的合并报表，然后是多级公司的啊，母、呃、公司、总公司、孙公司、重孙公司，再有那玄孙公司那种啊。呃 那么这些时间要求啊，这个整个乃是集团范围之内的，哪不是啊？这个都要注意啊、嗯。然后我们紧接着，我们需要了解集团及组成部分，那相应的程序，那风险评估嘛。那在这里，首先我们说，我们集团项目组要对集团及集团那它的环境、集团组成部分及环境，获得充分了解。这种了解足以达到什么呢？一个，那就是。 所以，确认或者修正我们最初识别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咱们一开始要判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通过我们的对它的进一步了解，也可能会确认没错，也可能需要修正、再增加或者减少。这是第一个。那再有呢，我来评估由于舞弊或者错误导致的集团报表发生重大错报的风险。那么在这个风险当中，要注意。 特别别忘了组成部分这里的这种风险。那么，首先我们说，集团项目组是基于以下的信息在集团层面评估集团报表重要错报环节的。那这个咱们就知道信息来源，对吧？那么就是我们一开始在了解集团级环境、集团组成部分级环境，包括合并过程获得信息。那那还有包括什么？其他集团层面的控制啊。 合并过程相关的控制的设计执行时获得的审计证据，啊，那其实就是什么？不光是了解一般的情况，那个控制要了解，而且要了解什么？了解什么？对组成部分信息合并这个过程的控制。那么这个注意，我们了解集团级环境、集团总部级环境，这和我们前面对被审单位级环境了解是一样的，只不过特意强调了。 那个对组成部分的控制啊，那合并过程的控制啊，特别强调这个，你别把它忘了。那再有呢，还可能从组成部分注式那里获取信息，从那些信息当中，我们来判断这种重大错报风险。这样一个啊，那再有用于识别于舞弊，哎，咱们前面讲了舞弊的问题，所以对舞弊也要考虑，要识别舞弊导致集团报表重大错报的风险。 所需的信息有可能包括什么呢？哎，比如说，集团管理层对集团报表可能存在由于舞弊导致重大错误风险评估，又是你们啊编、呃、报表的人对舞弊的风险评估，对吧？那么管理层对集团舞弊风险的识别、应对过程啊、呃，那包括呢这块识别任何的特定舞弊风险呢，或有舞弊风险的账户余额，那这个披露啊这块舞弊风险的考虑。 这块，换句话说，我们要充分利用集团管理层他的对舞弊风险的评估，那那再有，我们要考虑有没有特定组成部分有舞弊风险，易于导致舞弊风险的，以及治理层如何监督管理层识别应对集团舞弊风险过程，以及你管理层为降低集团舞弊风险建立的控制啊，我就说考虑一个什么？ 啊，监、呃、整个内控的监督的问题，那、呃、以及相应什么，就是风险，那、呃、整个一个关于风险的评估的问题，识别评估的问题。那、呃、再有呢，就是我们呢就这个，像项目组对是否支持的任何影响组成部分的或其他的舞弊事实啊、嫌疑啊或指控的询问，哎，我们就这个询问他们的那、呃、相关情况下的答复，对吧？相关人员的答复。 那这对舞弊风险的考虑是在这儿，除了我们正常风险评估考虑舞弊风险之外，要特别考虑你们集团对这个舞弊的集团报表舞弊的这块是如何考虑的，如何控制的，以及我们对他的询问你的答复。那这舞弊这块，啊，此外项目组讨论啊，前面咱们讲过正常的风险评估项目组讨论，然后对舞弊的这块，咱们也有一个什么项目组讨论？此外。 集团审计这块也一样，那那么在集团审计当中参与讨论的，那就是在我们前面讲的那这个讨论的这块，还记得吧？第一节讲的那讨论，那么参与讨论人员在那基础上还可能包括组成部分外师，因为这个就可能含着组成部分的这个重要错保风险，对吧？所以呢，有可能包括它，但在这里咱们注意。 集团项目合伙人要对参与讨论项目的成员、讨论方式、讨论时间、内容确定。那对这类的受多项因素影响，比如说以前和集团交往的经验的影响。换句话说，我到底让不让你组成部分这开始来，对吧？跟他讨论什么内容，让哪个来，这都不一样。的。所以集团项目或者人他来决定的。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程序。 在风险评估时，要了解组成部分时，那这个是有特定前提的。那、嗯、就像咱们说给总部门需要重要性一样，是基于什么？如果对总部门要做审计或审阅时，才需要给重要性。那同样的，我们了解组成部分时，也不是什么情况下都去了解的，也有前提什么呢？至于当只有当基于集团的审计目的计划要求由组成部分时。 执行组成部分财务信息相关工作时，我才需要了解。那这个就注意了，并不是说做审计或审阅时，只要是由他来执行相关工作，我不亲自上，那我就需要了解他。那如果是我亲自上的时候，我不需要了解了。所以这点要注意啊，这块、个、要注意。那么说，如果项目组计划仅在其他层面对于某些组成部分做分析程序。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需要了解了，因为我亲自做了，亲自做什么？做分析程序。那当然，这个时候我们也不需要给组成部分重要性了，因为只是做分析程序，所以都连在一起的啊，这么一个。那么，如果了解，了解时候注意，那咱们刚才说了，因为是由组成部分师执行财务信息相关工作，我们要了解，了解什么呢？注意，还记得吗？ 还记得不记？得咱们了解什么？前面讲过，业务承接时，我们考虑独立性、胜任能力，对吧？又讲过，呃，对这个专家、专业工作利用，考虑专家的客观。如果是内部专家，还要考虑独立性。那、呃、整体考虑那、啊、客观性，呃，然后呢，胜任能力。内审那个呢，考虑客观性、胜任能力。 然后被审单位治理层、管理层控制环境下了解什么？道德、诚信、价值观，他们对这方面的重视程度以及对胜任能力重视。所以我们使用这两方面。那你到了组成部分注师也一样。首先第一个职业道德要求。那么这里要注意，你组成部分注师你是否了解且遵守是与集团审计有关的职业道德要求？这个了解不了解？啊，能不能遵守？特别是独立性的要求。 那、啊、职业道德特别独立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胜任能力，是否具备专业胜任能力？你看，基本都这类的东西，对吧？基本都是这类东西啊。然后除此之外，又强调了一下，组成部专业师是否处于积极的监管环境中，以及我们参与组成部专业师的工作程度，对他参与程度是否足以获得充分适当证据？那这是我们对组成部专业师。 了解这四个方面，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啊。所以和我们前面，啊，这个对贪工的了解，基本上都有两条是一样的，对吧？无非是道德和能力这两方面，一直都是这样的，只不过表述不太一样吧。我们说自己职业道德独立性，那说组成部分是呢，与集团审有关的职业道德独立性，说外部专家。 客观性、内部专家带着独立性，说那这个被审单位内审人员你要利用的话，客观性、专能力，那这么一个啊，注意这都是那一脉相承下来，所以这不用呢花很大力气背，那不用花很大力气背啊，但是呢，为什么组成部分之外是多了两条呢？那在于有的组成部分属于境外，根本不处于同样监管环境。 那我们得问问你的监管环境怎么样，对吧？那再有，呢，就是毕竟它是组成部分，我们要考虑我对它参与这个程度怎么样，最多一点就在这儿。那、啊、那么在这里举了一下例子啊，说组成部分状态师甲，他一贯运用统一的质量控制，那么监控政策程序以统一的审计方法，或者呢是与我们集团项目合伙人处于同一国家地区。 而组成部分之外是乙，并没有一味运用统一的质量控制监控政策，那么程序以及统一的审计方法，或者他在境外执业，或者是一块运用，而且呢很规范的东西，或者呢跟我们在同一个国家，而乙就是正好都相反，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会发现对这个甲乙要求不一样，对吧？我们了解甲要做的那这个范围，很可能就小于我们需要了解乙。 那、啊、所做的程序范围，那、啊、而且做的程序性质也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看，比如你跟我是同一个国家，那咱们只能说统一的监管环境，啊，你不能说哎呀，你这个地区落后啊，怎么怎么样，这个不合适，统一的监管环境，只能这么说，对吧？但咱们不同国家，那监管环境是不一样，好吧？这个注意，那同样涉事能力考虑也不一样啊。 然后再有对他的疑虑，那有疑虑的问题，那这个要重点掌握。一个说导致对组成不院士产生疑虑的情况，那都有什么呢？一个独立性的问题，一个是呢关于呢职业道德、胜任能力、监管环境的问题，在这方面有疑虑。那这块咱们这么说的，一个我们认为组成不院士它就不符合与决案审议有关的独立性要求。 他可能跟别的没什么关系啊，但与决算审议有关独立性要求不符合，或者呢说这集团项目组对总部会计师他的职业道德啊、专业胜任能力、参与程度有重大疑虑。那如果在这一方面不符合独立性要求的，有重大疑虑的，好了，我就没法利用你们的工作结果。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集团项目组。 应当就组成部分财务信息是自己去获得充分市场证据，而不再要求组成部分师对总部财务信息执行相关工作了。我不信任你了，那要么不独立，要么呢胜任能力方面啊或监管环境方面，我有重大疑虑，很重大的啊，那就不能利用你了，我得自己来了。这一个，那么第二个，独立性的一票否决。 啊，有人、呃、说不独立，我能不能多做点工作啊？注意，那如果他不符合与决断审有关独立性要求，我们没办法通过相关程序方法去消除不有独立性影响，一票否决。那没有任何办法去解决这个东西，只有你自己尽上，你尽上不用他就行了。那同样的，专业胜任能力方面的重大疑虑也是没办法通过相关程序方法解除的，去消除的。但是呢？ 言下之意呢，有可能有消除一些其他方面的影响的，那这要掌握，对吧？什么样情况呢？如果是对这些胜任能力并非重大的疑虑，我是有一定疑虑，但不是重大疑虑。比如说，我认为你缺乏行业的专门知识，但你会计审计方面是没有问题的，那这时候却可以利用这项工作解决。或者认为啊，他并没有处于积极有效的监管环境的。 这块那这类的我们是可以去消除相关疑虑和那影响的。通过什么办法呢？要掌握一个，我猜你的工作，猜组组成部人事工作；一个实施追加风险评估程序。我觉得你不行，我多做点不就完了吗？呃那再有呢，对组成部财务信息做进一步审计程序。那在风险评估之外做进一步审计程序。 啊，那通过这一类的办法，有可能会消除。注意，一个专业胜任能力方面的，并非重大疑虑；一个就是未属于基金要监管，对于你监管不及有效，但我来监管不就完了吗？就这个意思，对吧？按、啊、我的要求来做不就完了吗？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注意独立性一票否决，胜任能力的重大疑虑没有办法。此外还有一个，那、啊、底稿不给你看怎么办？ 注意，说如果法律法规禁止结算项目组接触组成部分会师审计工作底稿的相关部分，法律法规禁止的，那这个我们也有办法的。比如说，要求组成部分会师通过编写包含信息的备忘录，是可以消除这个影响的。所以呢，记录没接触到底稿，我们依然能够获得这分证据，所以消除影响可以的。因为我们后面会讲到啊，其实我们有可能要要他的底稿来看。 但法律法规有可能禁止，啊、呃，因为不同的国家地区，但这个没关系，你不要看地纲，我要看包含我要信息的备忘录也行，所以这个啊是可以消除的。好了，那这是咱们风险评估时相关的对组成部分的这块的重点考虑，那么重点什么？了解组成部分时，重点在这儿啊。那咱们看一下考题情况。 那这是呢？一八年一个单选题啊，说在审计集团财务报表时，下列情况当中导致集团项目组注意无法利用组成部分注外师的哪一种情况下我们没法利用，利用他的工作？A. 组成部分注师不符合与集团审计相关的独立性要求。我们说了，独立性的一票否决，这没办法，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选的。B 呢？它未处于有效监管环境中。 这一块我们是可以通过相关的程序办法来消除影响的，对这不该选。C 呢，对专业设任能力注意存有并非重大疑虑的也一样，可以有办法，对吧？D 呢，组成部专是无法向全项目组提供所有的审计工作地方，那这个咱们要求还有相关信息备忘录能解决，刚,刚讲完，对吧？所以无法利用的只有 A 选项，只有 A 对吧？这么一块啊，好了。 那这就是呢，咱们说集团审计的风险评估这块，主要在于我们对组成部债师的了解，啊，集团审计这块啊，好了，那到这儿呢，其实咱们是风险评估相关的信息，然后呢就怎么去收集信息啊，咱们前面讲半天，其实都讲怎么收集信息，然后呢进行归纳总结，然后紧接着对特殊方面归纳总结时你要考虑进来，发现没有？ 它都是前面收集到信息，我们那归纳总结时，如果考虑舞弊啊、法律法规啊。此外，如果是极端审议的话，我们还需要在原有基础上，我们收一些信息，考虑一下，呃，什么关于呢组成部分呢到重大错风险啊、舞弊呀，或者呢能不能利用组成部分来是工作啊。这么一些。那到这儿，其实咱们才算是真正把我们的风险评估内容初步讲完。 对吧？那其实这块主要在于什么？如何去收集信息的？收集完信息，刚才也说了，要归纳总结的。我们需要什么？识别、评估重大操作风险，那就落到了我们的结尾了。咱们这一篇的结尾了，识别、评估两个层次重大操作风险。对呀，啊，你看，咱们其实这个内容挺多的，但一点一点一点就到了咱们这篇该结束的时候了。 评估风险了，然后呢，我们要应对，所以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就可以准备进入我们这一篇的最后一关收尾的问题了。